我哋呢届政府上任之后，我喺 value for money， 即系衡工量值上面，我提多一个要求，就系 fit for purpose。四个人食饭，佢收你3000蚊，咁你话哇太贵喎，咁个部长行埋嚟话，诶唔好收贵你啊，你睇下嗱，每一样嘢都系。有價值的衡工量值 value for money， 因為包心似肚在張菜單上面。咁但係呢個 purpose 咧，我哋一家人食飯，我哋食一餐家庭便飯，你寫個另外一張菜單俾我啦。咁嗰張菜單咧，可能係幾百蚊，我哋一樣食得有營養、衞生，同埋咧係可以吐飽。咁所以我哋而家做嗰啲新嘅設計咧，喺火車閘不要好像中世紀的人那樣起大教堂，不知道起到幾時，同埋要使很多錢，我就火車閘遮風擋雨咁就得噶啦。成本的控制有些設計咧，我認為是太過花巧、太過奢侈嘅。